好了，那我们要出发喽，可以吗？好，走。大家好，我是老冠，我是十日田的好朋友老冠。今天带我的老婆小孩，我们来一个地方叫做大农大富，在花莲。我也是第一次来，如果大家以后来花莲不知道去哪里玩的时候呢，可以来大农大富，这里还蛮漂亮的哦，给大家看一下。看到了没有？好，我现在骑了一个电动脚踏车，前面有其他人，所以我们慢慢骑，这样子大家看起来可能比较不会晃，对不对？哇，很美，对不对？好像在森林里面哦，好舒服哦，好想睡觉哦，我睡一下好了，好不好？不行啊，开玩笑的。我们等一下看看有什么其他的景点，我再拍给大家看。这里很棒的地方是因为很多树荫，风吹过来真的很舒服。如果大家感觉到心情不好的时候呢，建议各位可以来这边骑一骑哦。给大家看一下侧面，看看阳光洒在树林里面。Oh my god！这路上可以看到很多植物，比如说蕨类、欸，很多对不对？很多不同的蕨类。等一下前面要转弯了，大家坐紧喽，先要加速喽，坐稳喽，大家安全带系好。哦，这个弯太弯了，哎呀，我有点驾驭不了，哎呀。好，大家没事吧？刚刚非常惊险，但我安全度过那一关了。好，接下来有一片阳光洒下，哇，太美了！这里今天除了带我老婆小孩，还有跟我弟弟他们一家人，他们现在在后面，可能速度不能太快，不小心飙仔的个性就出来，不小心就骑快了。这是一个法夹弯，不过没有关系，毕竟我也是花莲史盖哥，花莲史盖哥不是让人虚名的。谁敢来飙台？现在在拍我吗？对啊。好啊，那镜头对着我，就突然间不知道说什么了。没关系，你们就看着我帅帅的背影。其实我们租这个车大概只有2小时，也算是时间紧迫，要把这些路走完。我是蛮推荐大家，如果来的话，可以租一下电动车，因为像现在太阳大，我们租的车是有棚的，比较不会晒到太阳。觉得我好像导游哦。等一下要转弯，转弯的地方呢会有很多条支路。刚刚租车的人说这里很容易迷路，要小心一点。不过大家不要担心，跟着我就不用担心迷路了。好，这里哦，接下来的自行车道有没有看到？好，大家转弯要小心哦，很容易跌倒。好，那我就继续骑咯，先这样哦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看。没有啦，开玩笑的。这里还不错一个地方就是呢，你来这边的话没有门票，自己有脚踏车来的话蛮方便的，你就可以带家人来骑自行车。来给大家看一下奇迹美景，3、2、1到了，有没有？太感动了，太奇迹了吧。我女儿想要玩羽毛球了，所以我们现在要赶快走出这片森林。现在呢要赶路了，大家坐紧哦，系紧安全带。后面的乘客有没有系紧安全带？有。好，我们要出发了 ，Go！ 加速！你看这边还有人在露营呢。不是，是一个凉亭。等一下经过的时候给大家看一下，慢慢就会看到喽。很像一个很大的水管，是。它本来就是水管。哦。本来就是水管，大家看一下有没有？大家一定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我们都不坐下来呢？因为我们在赶路。好，出发，加速了，各位，有没有感觉到我速度会变快？还有跟我弟弟他们一家人，他们现在在后面，可能速度不能太快，阳光洒下，好耀眼啊，就像各位一样。他们不知道在说什么。也只能这样乱说啊，不然这一路上都那么单调，只有我的声音陪伴着大家。我觉得好像电台主播，欢迎来到只有这一罐频道。现在夏天的时候，在野外丛林里面比较容易有老虎。我刚刚差点讲老虎，会有比较多蛇啦，大家要小心。如果来这种地方玩的时候，大家看我这里有真的很多野外的东西。看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蚂蚁窝。哦，太恐怖了。哪里恐怖啊？蚂蚁窝，蚂蚁会咬人，你知道吗？会掉下来啊。哦，好啦，我想要帮大家制造一些紧张的气氛，不知道大家刚刚有没有身临其境呢？我怎么觉得这里长得很像啊？你看，又是一样的东西，好像哦，这是迷路的。我们没有迷路啦，相信我，我是人体 GPS 哎，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就是我的手指头，这个是蚂蚁窝啊，太危险了，大家不要紧张，我不会去碰它的，我很安全。
像是哦。Only you。我现在要练一下我的口条，把一些习惯用语去掉。没错，我不会讲话了。好，他说这里要慢哦，小心哦。蝴蝶。好好好好好。哎，我是故意的，刚刚这个是芭乐的树。芭乐的树吗？对啊，是芭乐的树哦。喜欢吃芭乐，对不对？这里其实除了地上的道路比较人工以外，其他真的就是森林，没有什么人类加工的东西。如果大家想要亲近大自然的话，可以来这边玩。不是业配啦，是我今天自己来，想说是不是可以录一点什么东西，就把相机带过来了。现在好像焦点不在我身上，在我老婆身上，对不对？但是也没有关系呢，因为其实我嘴巴你们也看不到我动，我把我刚刚讲的话移到前面就好了。有时候地上会有小的树枝掉下来，所以轮胎一压过去就会有一点震动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呢要回到主干道了，等一下再录给大家，先这样咯，拜拜。这个就是主干道，因为这条路比较宽，所以其实是有汽车的，等一下就会看到有汽车经过，所以还是要注意一下危险。后面有车经过了。快，我们现在是往主园区走嘛。刚刚呢遇到几个大哥，他们是骑脚踏车的，他们跟我们讲说，如果我们刚刚是右转的话，就会去光复糖厂那边可以吃冰。我们没有想要去光复糖厂，所以我们先去主园区看一下，那边好大的草皮。大家看一下这边，右边这里呢就是中央山脉，左边这里呢后面有山，大家有没有看到？这个就是海岸山脉。海岸山脉。对，后面那个山，这个山的另外一侧是海。妈妈，我要去这里。好，哇，好多狗哦。哥哥在哪？狗狗。这里有狗狗。你看，两个小黑，这边有一个黑熊，藏在这里。然后带大家看帝王蝶哦，三二一，帝王蝶，好大哦，好美的蝴蝶哦。他们刚刚停在那边休息，我们不打扰他们哦，继续往前走。Go！ 现在要去这个小屋，这样看是不是很像一个人的头，两个眼睛这样？我们要来看一下这个是什么。我不要打你，小心哦。这边看一下，它要飘书窝，飘书窝这里有好多，很舒服哎。我们去下一个地方了。这是我的侄子，我的侄子里面有蛇哦。好，我们现在呢要去上个厕所。我不要上厕所。我们要去前面有一栋大房子，人有三级。好，我们要先进入一个新的森林路道。好，各位，因为我们突然发现我们脚踏车还的时间快要到了，刚刚在森林里面走了一半之后，我们就掉头，所以我们现在要赶回去的路上，再加上我用踩的，我的电动车没有力气了，有点累，不过没有关系，因为我平常就有在锻炼。今天其实没有什么重点，最大的重点就是我在乱讲话。拜拜，我们下一次再见。